艾迪的舒华先前因健康问题而暂时中断活动，让粉丝们都相当心疼。然而近日他却因为出门游玩而引起网友不满。据了解，日前网友在论坛上晒出了舒华骑马照片，并表示舒华真的生病了吗？中断活动的话就应该在家休息啊，其他成员即使生病也会去医院打点滴然后继续工作，但舒华以生病为借口休息了一个月，有体力去百货公司夜市却没有体力参加团体活动，真的太荒谬了。舒华的粉丝们，拜托你们清醒一点吧，不要再包庇这个整天到处玩以生病为借口的 idol 了。然而文章一出，网友们却纷纷替他护航，表示出去玩也没什么吧，谁说生病只能待在家里呢，拜托不要再骂他啦。